日番股东师郎，今天一上线就得到这一支，看一下吧。带有八九十、十一十二的奖励，好，你开始吧。哎呀，这里要讲什么呢？所以今天就是让我们免费得到这一支嘛，东师郎，哎，是谁啊？这支。那我们就顺便把它欧美好了。然后我们这边，那你可以顺便看他的一个装备名称。哎呀，聊天室麦出来软了不啦？可以开始靠这个。这算是精英吗？现在他是小洛洛奇呀、啊！哎呀，这好多手游出现了。反正死神不是也跟很多手游合作过吗？哎，怎么那么久？然后就可以得到他的素材了，是吗？嗯，是吗？是的。好，那就直接升级，升级，一剑强哈，升级，你可以先升级完再一剑强化。那今天基本上都在搞这一只哦 ，because， 有，哎呦，硬啊，技能看一下呗。全部升级。哎，我是觉得他这种游戏真的是懒人游戏啊，这么帅啊！哎，我竞技场到底有了没有？几点了？哎，我们精力还这么多，可以挂机耶！我的天哪！明天是走一种很耐玩路线的手机游戏。哎，那个已经帮我们扫荡完。哎，我的那个怎么不见了？经济啊，经济还没开。看对手到几个人？嗯，啊，少了两个人。新闻有什么讲呢？说，应该是从，只能从聊天室，好吧。